欢迎回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为您选择的这盘棋谱呢，是非常精彩也非常重要的一盘主将之战，是由大连上方恒业队的朴廷桓九段，是一名外援啊，对阵山东景之酒业队的范廷钰九段，两位呢都是世界冠军级的人物。对，这个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啊，因为老冤家，英式杯这个比赛四年一度，冠军奖金40万美元，前不久就是在他们两位之间进行的。对，结果我们的范廷钰是3-1获得了胜利。这次比赛呢，可能我们有些棋友也还有些印象啊，但是关键对于他们两位来说，今天又在这个赛场上碰上，那肯定是双方的心气儿是有些特别。而且呢，现在这个排名呢，就是山东队是排名第一，啊、大连队排名第三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对于大连队来说，全取3分的话，有可能会跃居榜首。好，我们看看，黑棋是范廷钰。范廷钰是少年老成啊，对，他这个棋是比较全面 的。但是最近呢，我看了他几盘棋，最近成绩好像不是很好啊。是，好像山东队一般担任主将的是周瑞阳比较多一些啊，可能今天用他上场，是不是觉得他对范那个朴廷桓比较有招？对，看一下吧。因为在此之前，朴廷桓的成绩非常好，在联赛当中的成绩，6连胜。他去年也是联赛成绩非常好，到中国联赛来，然后在别的比赛当中也是，好像是势如破竹的感觉。那么在英式杯决赛的时候，确实被那个范廷钰给他打懵了。那个肯定让他很伤痛。对，我知道这个肯定很伤痛，因为一般的印象呢，他要占优。是的，他要占优一些。在赛之前呢，我们普遍还是就实力而言的话，觉得朴廷桓要占优。结果我们小范这个赢得漂亮，看看这盘棋啊，双方较着劲。那么白棋，这个韩国棋手在中国联赛当中发挥的比较出色，而我们的棋手在国际大赛当中发挥比较出色，这个结果我们可以接受。对对对，是。好，我们看啊，这个是现在时髦的一个变化。但是我再一次给我们广大棋友推荐，这个是他们职业高手非常时髦的下法。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纠结哈，很多变化。但是我建议我们的棋友搞不懂的话，就拐这个就完了。因为对你们来说，对这个不影响胜负。对，简单说来就是这样，他飞你一尖，他拆回去，是不是啊？也有这样。一般是这样，但是觉得这个被他尖着了之后是亏的。是白棋便宜了，白棋没有理由不便宜啊。对。但是呢，话又说回来，这个围棋盘很大，它有些辩证法，就是说你尖我一挡，这一瞬间你便宜了。但是有一天你从这边进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你亏了，因为这个子它这边的活力增加。所以它虽然是现在便宜了，白棋没有任何理由说它不便宜，但是确实黑棋也有某些理由认为没有关系，就是这个程度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那么它搬接上，这个是现在流行的东西。这个我就记得去年春南杯的时候，我看是去年的，去年春南杯第一阶段的时候，当时在江苏泰州。是这样。当时我也去了开幕啊，那么好多大腕都去了啊，开幕嘛。那么日本的赵世勋他也去了，第一轮他好像是没下，第一轮他轮空没下。那么在研究室里摆棋，我就听见，因为赵志勋在这摆棋，就去看啊，就看见他在这说说这个，这个变化已经流行了一年了，差不多。他就在这笑，他就说啊，这个变化，哎呀，因为赵志勋这个人又很低调又很幽默啊，他说现在他们下这个我都不懂，他说我不懂是什么意思，他说下一步黑棋搬是什么变化，黑棋立又怎么样，黑棋立又怎么样呢？他又在这问，但是当然我们大家都一笑嘛，也没有结论。对，结果呢，接着又开始流行，白棋呢就是飞完了你要挡，他还要加，然后来决定脚上是不是要补一招棋活。而过去从50年代开始，白棋这招棋就是接上的，没错啊。接上呢，一般的结论是点脚太早不一定便宜，黑棋接上就行了。现在呢，他要先加，那么黑棋一般由于脚上白棋有这个力，所以他这块棋呢涉及到好多变化，不会尽死，因此他就提高了效率。那么下一招棋黑棋把它接上，范廷钰接上，这样呢将来脚上大概就是这样了，你搬这个是不是弯一个头一个就行了，因为他有这个力的先手，不会进死。你其中一个下法，也许你是搬，你搬嘛他就打嘛，那就打结活。这个局部也挺绝的，就白棋补一个呢，原来认为他补活是无可厚非的事，但是现在的变化呢，就觉得
人家走一个，这脚上还是打结，那我为什么要补呢？我就干脆就脱鞋了，对，彻底不补了。对，关键是夹着这一下，行，这个要给大家完全说清楚很困难啊。嗯。所以我建议我们大家下，人家要点脚你就拐就完了啊。如果你实在觉得这个疼又不行，那他挂的时候你就下别的，对，就不要跳这个。我总是想用绕开的方式啊，供大家参考。行，下次这样的话，白棋挂，黑棋印是吧？开回来。24，黑棋25，这个也正常。白棋26跳，黑棋27挂。挂一个。白棋28加攻。一间低加。嗯。黑棋走上这儿了，处理一边。嗯。然后下一步，白棋是很较劲的一招，尖。嗯。对。我觉得就不太像范廷钰下的棋。这是朴廷桓下的。朴廷桓，对，朴廷桓。他就是说，嗯，你挂完一个不理了，那么我下一步呢，要想办法让你变成不好的棋，嗯，啊，不好的棋呢，效率像这个，效率不是最高，也许人家还有点三三，嗯，哎，所以他干脆就连脚上一块儿。他说这儿呢，要求都成我的空，如果你往这儿打，我就把这个子吃掉。对，啊，我两边反正我守呢，守住一边。那么范廷钰当然就尖。行，你看朴廷桓现在当然这个就只好打，跟我们刚才右上角摆这个一样啊。他为什么不愿意尖三三呢？尖完三三，黑棋拆过来，他觉得差一点。嗯，刚才白棋其实也可以尖三三，是吧？对。那么黑棋拆过来，你现在就这带走什么就是一个问题，因为你现在不好意思走这个了。这被人家跳出来。对，一跳这个子压力大。嗯。哎，所以他保留，保留呢，当然范廷钰一尖，朴廷桓也把这个一打，黑棋下一招打入。哎，如果跳出来也是可以的。嗯，跳出来也可以。白棋，我不知道他是下这个还是下这个。啊，会下这个吗？不清楚，我觉得下这儿好像有点不安全。不安全，那就下这个啊。其实下这个也没什么，黑棋就跟着走嘛，是吧？我觉得黑棋就跟着走也行。一盘棋吧，这样也是一盘棋。那么范廷钰打入。嗯，他打这边。嗯。考验你一下，白棋非正一个。嗯，这个棋白棋是不能在下边印，因为下边本来就没空。嗯，这是一个高拆二的形状。搬。对，黑棋开始。黑棋连搬。连搬，白棋就叫吃，接上，朴廷桓叫吃，黑棋再叫吃。对，下边一招棋就是很抬杠的一招。抬上去。嗯，没有，就是白棋也可以接。啊、哦。白棋也可以接。一接呢，就是将来他多一个这个叫吃的可能，但不是先手。底下眼位会稍微好一点。对，会好一点。因此，这个朴廷桓就一定要提这个，提这个呢。但是黑棋叫吃，如果你接上的话呢，这个子变重，因为这个子一旦被他吃掉的话，比方说他靠，被他吃掉的话，那么这个地方味道就不好。对。哎，假设刚才是这样呢，就没有这个问题。你走什么，这个子都很轻。是的。啊，吃掉也没活。他这个就是叫这个劲，但是一叫吃这个呢，那么朴廷桓就用一个最强硬的手段来反击，叫吃打，黑棋提掉，提掉，然后就需要找劫材。嗯，找什么劫材呢？这放眼全盘，好像唯一能找劫，这种劫这是不能随便找，这很损。对，而且你这个挤的话不一定是劫，现在不是劫，这个估计肯定就脱先了。对。对，现在这个跨是不是劫？跨一个，它是不是会硬呢？嗯，也可能会硬。如果它会硬的话，这就是另外的没有发生，但是也有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啊、提掉。嗯。比如说我排斥一下，对，排斥这个。因为黑棋有本身劫，好像不是很惧怕。但是这个也很复杂，它就长了。因为它既然损的损了嘛，那么这个也是先手。嗯。这个你不理吗？这个理它吃掉也很大。嗯。不清楚哈、啊，不太确定黑棋会不会下棋。那么朴廷桓呢，实际上是选择了这个，就是更有余地的一种下法，他刺这个。他在那儿找劫。对，就是说本身他就试探你的应手，嗯、你接上呢，他不一定损，是也有可能损，不一定损。要看以后的变化形成什么样。对。假如说都是黑棋的空，那肯定是损了。嗯。嗯刺，那么这个范廷钰把这个接上了。白棋冲。冲。嗯、挡住。断断，这样你觉得怎么样？不知道。您觉得总体来说是？对，就转换。搞不清楚，但我觉得好像白棋不坏，我是这样觉得。嗯，
对，我也有这个印象，觉得白棋还可以，因为它穿断的同时也解救了这几个字，这冲突量还是挺大的。对，木梳白棋叫吃。这个题现在黑棋比较不舒服，因为如果你要吃这个的话，它不是打劫，它是度过。对，它直接打吃一打吃一补，它不需要跟你这个劫，一定要跟你撑住。对，而且这个还不一定补，叫吃劫它可以爬出来。嗯，因此黑棋只好立，这个立呢，那当然白棋就有机会从这儿跳出来，穿断了。好，范廷钰弯过去把这个吃掉，嗯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转换。怎么样？不太知道啊。我觉得白棋好像目数上比较占优。嗯，黑棋下边也很厚。嗯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后手。它是等于中国流成正式啊，它这个叫乾坤大挪移啊。中国流本来应该具备发展的条件嘛，同时这个地方黑棋应该说还比较厚，这后是要有发展的这个前景才好。对，对，但是现在经过这个转换呢，它搬到这儿来了，这个地方搬到这儿来了。嗯。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，反正白棋有理由感到还不错，因为我至少把你中国流的大本营打破了，是吧？脚上的时空我也捞了，究竟谁好呢？还是不知道。主要白棋抢到一个先手，回手把这个一尖，这儿的目数又撑住了。这样一来的话，我觉得黑棋的目数很有可能先落后。当然不否认你以后可以这样跳住，扩张中央，但中央毕竟还是很渺茫，能撑多少？不太清楚，很有意思的变化，差不多。那么58，黑棋59，搬。嗯，他先试你一下。对，范廷钰开始务实。59，那么白棋呢？朴廷桓肯定是要考虑脱先吧？对，60，这个也很大。先逼一下。这招棋非常大，逼住很大。看看你要不要出头？ 60, 对，黑棋61打入。这个呢，不是一般的打入，它主要跟这个有关系，就是白棋。你本来立完了是打劫活，他这个扳就是问你应手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你立，他要接吧？对，要接。白棋第一时间立，你要接，让他再把这个接上。哦。本来是有这个变化，现在黑棋要打入这个呢，就是说你时机不好，你立这个我不一定理你了。嗯。他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刚才呢，如果朴廷桓不是想保留变化。那么像这招棋他可以考虑立这个，现在他既然没立，他认为他也不怕，那么这个范廷钰就打入，他现在赶紧现在再立他就不理了。嗯，这样上边就有这个纠结啊。对，哎，这棋他接住他是怎么活的呀，王老师？好像这个也是打劫活吧。哦，这个就进活，这是不是进活？这个不是进活，不是这个是进死。进死点在这儿，点这个。嗯，挡住的话我一点，然后击打爬回去，这有点伸不进去，只要外面跑不出来就行。哦，对。啊，那您那个跳是好棋。那就只有跳嘛。跳一个好棋。只有跳。这棋形是应该跳。也是打劫活是吧？是的。打劫活。这是打劫。你看，你就算点这个。点这个，您就挡住就行了。嗯。你吃完接一扑就打劫活，是吧？打劫活啊，所以黑棋要点进去还是所以黑棋现在就点进去。嗯，对，要点进去，那么白棋就要吃。那这个黑棋要杀他，他也不能虎住是分开，人家要跑回去了。哇，这个漂亮，连上这个尖，你暗度陈仓。哎呀，这个尖太尖。哎，他吃这个呢，提掉再吃这个呢，那我就接上，待会搬出来。搬出来。行，好棋。因此黑棋必须用别的方式。64、65发战。嗯，65盯下去，这是说我要吃你。对，这个当然白棋一拖也行，但是拖了一个它也是正常的，是你叫吃提在虎上尖出来，它搬起来了，就这边有点伤、就是所以白棋呢它先尖。嗯，如果你要把这个拉回去的话，它就盖过来。弃子这样。对，这样好像黑棋还是可以吃白棋吧。对，白棋这儿先走了一下，交换了一下，这样是不是气好一点？这样1、2、3、4口棋也一样的，刚才也是四口棋，没区别，在这儿。这样要是一定说好像也可以，黑棋也可以吃，但吃了被白棋全部捂住了。是的，黑棋气长，所以他不愿意，范廷钰不愿意，因此他就拖。嗯。
白棋抓掉了，白棋抓掉，黑棋再把这个搬起来，嗯，在这儿，嗯，对，这个结果怎么样？混乱，混乱，这一下子就乱了，要看以后的战斗会进行成什么样。这个、可能对于白棋来说吧，对于范廷钰来说好像还可以。把这个人破掉，对，我觉得刚才白棋啊在黑棋打入的时候啊、可能要考虑把这个扳接走掉、先攻这一块，可能先走一下、这边是不是那样好一点。 行，这个不管了，形成了一个转换。不过这个当初因为黑棋在这儿已经接了一个了，你又脱先了一个，人家有这个手段是本来就有的，你也别心里不平衡了，是已经你脱先了好几手了都。行，我们看实战，他一走这个必须要接上，其实是跳，白棋跳。这个棋现在他们年轻高手啊，都在惦记有些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你这个地方是外事，待会儿第一个是这个打入有没有？是的。现在看来他一靠呢，暂时没有，因为是硬腿。这个碰有没有？假如说在这一带的打入成立的话，那么对于黑棋来说是很大的威胁。对，至少呢，尖冲，这个是很想在某一个时间段要下的。嗯。你要排回去，他可以先跳一下吧。跳一下，你走一打吃一接，外边棋子可以增加一些，对，模样黑棋没了，这一点很大。但是不是他们对这个还不满意，总是想用什么方式把它拿开？可能哈、拿开更严厉。对，行，74。那么我们范廷钰呢，现在是上边把那个白棋的模样破了，下一招棋有趣。好意外。嗯，走这儿。走这儿。嗯，二路透点。这步棋实在是有点出乎意料。嗯。他就是看着这边二路要拖，那边二路要拖。嗯，啊，这道棋我们的棋友今天看完这盘棋会有点体会，印象深刻吧？对，因为这个形状被人家吃掉之后，确实这个位置是盯着拖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下法。是的，哎，同时他又盯着这个拖，75，白棋76发兵就是最强的。这白棋肯定是不能退缩的，对，随便让你尖拖回去的话，就太没面子了。因为他一扎定了之后，他就看着这个拖，是的，你也有靠我，哎，你有拖，我也有靠。嗯。黑棋范廷钰先尖一下，那么白棋顺便下力，这样一来呢，局部呢黑棋不成功，黑棋还必须要补，这个局部黑棋不成功，但小范在这儿有一个全局的，连锁的这个牵制战略，就这个地方战斗发展下去，这三个字没好。嗯，如果这一带黑棋子力增加多了，这一整块白棋不太好。对，这个就要看双方对这个战局的这个，认知和掌控的能力。对。这个是有它很遥远的间接的一个作战的整体的方针考虑的，他想利用这一带，即使他能弃子的话，如果在这一带有后势，那么你上方这两块棋必然会受到影响。行，很好的棋啊，我们接着欣赏他们的白棋小尖，白棋小尖，黑棋跳一个，跳一个，80、81，白棋82，搬，哎，这是贪心的下法。哎，这就是比较贪心的想法，挺狠的。哎，这一带大概补一个也很好，就压回来或者跳一个之类的。对对，补一个，因为接下来有这些收刮嘛。嗯、这个扳不一定便宜，将来也有可能是走这个。嗯，就是这个是扳接先手的话，这一点也很大。他这个很贪心，82，黑棋83，小范就长、这个、压住。84，黑棋85就把它吃掉、这个很实在。黑棋86，黑棋87，白棋88，哎，也行。白棋这样，这个叫朴定桓。他觉得这地方下强了，是吧？但是黑棋肯定是要追究他的弱点的。白棋90叫吃，黑棋91冲，白棋92，当然这个地方需要防啊，叫吃、提掉，把这个抓掉。好，现在白棋变厚了，将来这一带看有没有一些故事啊。这一带要没有故事呢，左边这一带作战就是黑棋还不错，因为这儿也冲了一个，你没理我，这儿也出头了。嗯。中间可能有反攻倒算，走到木了，黑棋啊、把这块的棋破了，就是哇，又把这个撅出来，好棋、这够狠的。对，这个你现在不能搬了，是吧？你搬不住了，这个要搬出来了。嗯，现在棋打完了，打了立下去就行了。嗯，然后快一气把你吃掉，黑棋白棋，所以要长一个。嗯，哎，这个就黑棋还可以。嗯。一直冲，一直冲，对、这个棋你如果要挡住的话，
它这个底下是不是要搜刮它一下？就撬一下就行了。哦，那这儿有个咔嚓，有一个断。嗯。啊。行，这个很有劲儿，很执着。那么朴定焕一看没办法，长叹一声，必须走这个。这底下太大了，要不然被刮起来很惨。那么黑漆这个竖出来，冲出去。这个竖出来太厚了。嗯。嗯，这一片全部是黑漆的厚实，这块白漆也不太好。现在白漆必须强攻这个。拐阵。拐阵。104，105靠。这里必须要先出头。嗯，对，他一出来，因为这三个字也不太好，刚才这儿多了一手棋嘛。嗯，白棋如果不能把黑棋摁住的话，我们突然发现从一开始白棋获得实地啊，我们假设双方这个激烈战斗之后相安无事都活了啊，白棋没空，你看就能看到这个地方是十一目棋，12、13目、14、15、16、17，这个地方8目棋，25目，这哪行啊，是吧？那这块棋就已经无穷大了，所以黑棋的实地很好。所以这一带，我觉得黑棋还下的挺好的，他利用他的后势，对，下的很强硬。白棋106扎，黑棋这个必须接上，死也要多送两个子，这个味道多。何况还不一定死，109冲110，哇塞，这原来能挤上去，哇，好意外。很漂亮，看着是什么变化呢？就是你这个棋，如果你要跳，这个正常的吧，它瞬间支出来，然后你这边要作战的话，是在它的包围圈里，很危险，它不舒服。如果你要搬，它是不是直接就有咔嚓？已经断掉了，好像是有的，对，是吧？就算不咔嚓跳出来，你倒是能抓，差不多。跳出来也行，但这黑棋始终是处于一种很危险的状态，觉得。但这个挤，直接就挤在那儿。本来以为藏在这儿嘛，有个挤，但是他一步就下到那儿去了。我们接着看这个变化很有趣，他叫吃长，这必须要冲，黑棋咔嚓一断，一叫吃，那再一长，这个。提不提啊？这个不能提啊！本来说要提啊，提了被他断了。被断，他下边又快你一气，正好差一气。这气不多，就快一气。哎呦，所以不行，怎么办呢？只好把这个接上。这个接上有点难受吧？相当于点方被人家点住了，是吧？对，现在黑棋转身了，因为本来觉得这块棋很危险的。对，119。他通过这个气子呢，转到外面去了。白棋120。像什么拐啊？搬一个，对。这个搬是什么意思？看看。他先便宜一下，然后再回头补棋吧。他底下要欠手的，这是。底下等于收气了之后，他这个棋是先手。对。收完气，棋是先手。他认为这个搬便宜了吗？为什么要搬呢？这搬不便宜啊！你如果你底下能吃，你就吃呗。就别走了。就吃的，对呀，不走了。好，他搬。总而言之。他是。可能想着人家提了要补一个，这个他想替他多补一下。20、21叫吃。嗯，白棋长。白棋长，黑棋长，白棋24叫吃。哎，翻吃。确定，他一长，跑。26、27，28、29单跳。嗯，这个是手筋。现在黑棋呢，必须把这块棋拉出去。这棋筋。对，左边呢，白棋先动手，就早晚他要回去动手，是可以把黑棋吃掉。但是黑棋呢，在中间这块棋就可以逃掉。啊，行，我们接着看，29，白棋30终于补了。30，黑棋31，当然他中间他自己也得补。31、32，黑棋33一长。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像成这样。我有点晕，不过总觉得好像黑棋还不错，因为他刚才把这牌竖出来了，然后这个虽然弃掉了弃子，有被白棋吃了大概十几目吧，但他转到中间来了，这一带的后势以后一跳的话，我觉得能长出很多目来，很多目，这个潜力无限，这个倒是，对，我们要是简单判断形势的话，还是刚才这个哈，10、11、12目。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这两块可能有20目棋，然后这30目，32、34，然后就35就没了，35加8，43，是不是啊？对，43目，黑棋呢？这个地方，我们必须假设它进不来了，
那么黑棋这儿差不多有十目棋。嗯，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太容易进来。十目棋，而且轮到黑棋下。2、4、6、8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这块20目是绝无问题。嗯，就30目，3、2、3、4、3、6、3、8、40、42、44、45。哎，实地好像白棋还可以啊。嗯，但是黑棋中央就有一些潜力，有一些潜力，后面能不能？哇，这个如果被黑棋封住不得了。是啊，这封住不得了，这个简直就是一个油田了。这里头非常巨大，上边这块白棋还没有完全活进、啊。33，白棋34，这是必须的。赶紧跑出来！34，必须的一手。黑棋35。现在下午135，看一看啊。嗯，他也没有搜刮他，他跑去干嘛去了？这儿正头哦，正主，对，这也正常。我们的印象是白棋实地还是可以，左边战斗很精彩，黑棋这个单挤这招棋下出味道了。嗯，135，白棋136。不过中央黑棋还是有一些潜力，不管怎么说，尖冲哦，总是能闪出一点空的。这会儿尖冲范廷钰也硬了啊。您觉得他应该藏起来？不是，他这些啊，横靠。我刚才就想问您，他横靠他是怎么硬的？不知道，他如果正常应该是这个，那你是不是这些啊？要把它罩住。要把它罩住啊！但是这个跟小范的风格是不是一样？因为你罩住他这儿也来了。哦。啊，这会儿就是看谁力量强了，搞不清啊。范廷钰硬了，他认为形势不错。138、139，白棋140。哇，这个是厉害的一招，一中间穿，这是朴廷桓擅长的，他也是崇尚力量的啊。嗯，朴廷桓力量很强。好，141，143，藏一个，然后黑棋先靠了一下。143靠，这个不能不理，必须理。白棋144，冲一个。146，挡住。147、148，这一断，这一冲断了，当然白棋就全部连上了。对，黑棋要勉强的话就这个要崩溃了哈。嗯，不能勉强，那就算了，虚加一个。虚加，能连回去呢？我承认你能连回去。对，但是连回去了之后呢？你这两个是连不回去的。对。哎，这个虚加有意思。嗯。哎，本来这个棋看到这儿，觉得白棋好像很有劲儿，结果一头扎进去啊，黑棋宽袍大袖外边给他一绕。对。这个棋，待会儿我们再来判断形势啊。所以觉得黑棋怎么都能承受点木来，总觉得。51。52、53，最后的全部连上。嗯，现在呢，你这儿没用了，这个地方等于你将来进来最多在这儿跳，他愿意的话他一跳，是的，是吧？你这两个子回不去，这个地方是软头，是，所以这一线是黑棋的空。53，白棋54，现在应该考虑就是正常的收官，尖这个在这儿。嗯，这样威胁这根棍子啊，也很有劲儿。黑棋长55，白棋56，哎，这朴廷桓的棋紧啊，对，嗯，下的黑棋也不是很舒服。嗯，挖一个，他先粘一下。159、160、161，这个必须挡住。白棋162，罚站。哎呀，因为我感觉黑棋好像也不见得怎么样啊。哎，刚才白棋如果说先挖这个怎么样呢？嗯，如果说挖这个的话，黑棋只能打吃，然后。他是不是要虎过去了？现在，因为你打吃，他接上可能冲，他就长了，是这样吗？可能是。哦，他可能走不着，他想要挖到这个，然后再挖到这个，挖到这个，这两下走不着。对，这个东西总是有一下有走不着。要小心，棋子接触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它会产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你看刚才裘丹云说这个就很有意思，你看随手你一挡，他一挖；随手一挡，他再给你一挖，这会儿你就麻烦了。因为你现在这个劫不能提，提了人接上，你发现你死了，对，你只能往这儿打吃。对，他之所以没有先挖这个，完了再挖这个，是因为这个劫他肯定是打不起。对，现在打不赢。嗯，刚才这个情况要接到那儿，你这根棍子就很危险。对，所以范廷钰这个接很细，啊，是要接在这儿就小心，这别出问题了。接再打，白棋62并。黑棋63，必须要扑一个。哎，这个突然变成官子棋了，然后这一尖巨大。64，
黑漆它戳了一下，嗯，这个也很好。趁你上面有一串的时候，我戳一下。是是是，本来我脱的话肯定会被你搬掉的。对，但现在你不舍得，这上面死一串啊。66，哎，下边一招棋体现功力，就是这个退。嗯，这个退，他要成为先手的话，这个是非常体现功力的一招。确实是，这个味道不好啊。嗯，他如果不说不硬的话，如果不硬是这个有没有？这个不怕吧？啊，这个他只有顶打，不过这个木手也很惨啊。对，然后他一退一走，这个戟不是先手吗？对，扑一下再一飞，这个收的也很瘦，是吧？是，比较惨这个木、嗯。那么他补了一个，嗯，68。那么黑棋范廷玉官子便宜了。对，范廷玉的后半盘非常强。69尖。白棋70扳，哎呦，这个太要强了。这套棋如果黑棋可以断的话，这个白棋有点问题。断了，它是怎么连回去的呀？它好像不是正常情况，连不上啊。正常情况是这个啊、哦，这个嘛，范廷玉肯定是二路的这个，那么你只能走这个。他是这样先挤他一下吗？我挤他一下是不是来不及啊？然后再点进去。哦，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哎、嗯，哎，这个挤好。对对对，单挤一下，单挤他也只好没办法，只好单接啊。那我就点进去了，点进去，嗯，先把脚上先收一下，嗯，最后哇，这个官子厉害，这很爽，感觉这很爽。但这个棋是怎么回事？他棋不一定、这是怎么回事？扎我一下是吗、嗯？下一步要断。很复杂，嗯，总之可能朴廷桓认为这个退被人家一挤受不了，对，是吧？只有这个解释，然后看他们的吧。他下一招是扳，那么范廷玉当然是咔嚓，咔嚓，嗯，哎呦，结果他只好这样啊，那这个有点惨吗？这个就惨多了。这上面全是木、啊、74他还必须要补啊，全都是木，人家这个教室还先手啊，嗯，黑棋先接这个按腿，哦对，先手切断，哦这个地方可能是重要的一个分水，这有点惨看起来，这个棋哎，范廷玉这下得非常好，嗯，朴廷桓呢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误，有点失误了，有点失误、哦、就被先手切断，这不行，嗯，这差太远了。您刚才如果说长出来这样会怎么样呢、嗯、是不是不知道一点不知道觉得我们主要是还是要判断一下形势吧、嗯、说白棋的控这个飞先手扳接先手是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目棋，嗯，如果这个地方还是算十目的话，18、19，嗯，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37，这里也是提的啊，是吗？嗯，38，38，嗯，39、40、41、42、43，43目棋左右，43目棋左右、嗯，黑棋如果实地有50目就可以。问题是就不知道这儿怎么样，假设他算这个飞了几吧，好好，飞了几再搬，这是10、12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，哎，这样还是黑棋好，对，还是黑棋好，觉得还不错，还是黑棋好，就是这个地方从这个几开始啊，嗯，白棋从这只要冲不出来，黑棋贴着骨头边总有一些肉，这棋可能是黑棋应该是好，他总是能围出点木来，对，嗯，就刚才如果说他几能成立的话、嗯、那就更好的，但王老师点一个我还没想好怎么赢啊，这个哈、啊哦，嗯嗯嗯，不是，我也没想好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普普通通下这个肯定是被他一阵收刮，肯定输了，白棋肯定输了。够这个点刺之后是不是有点味道？就比如说他这两个都是白棋，嗯，然后呢，您就，我就把它摆成这样吧，现在，然后您就刺这个，你尖这个，黑棋大概只有尖，嗯，尖。那尖您长出去的话，我粘上您就粘回去，这没有说有点毁嘛，看起来。你长这个段没有了，但这个段先手，那你就跟着他走呢？怎么走？你走这个？嗯，走这个他断呢？这反正有点味道。你走这个，他再搬这个。哦，这样有点毁了，不行、嗯，那我得先走上面，再走到一下才行。那一走一长，那一间一走一长，长再一断，这段你就不能动了。
所以它一煎，你一尝的时候，这个呢不能尝。那我就粘回去。粘回来有点苦，粘回来它挡这个，它要从这儿冲。哦，是。那下一步再接这个就不得了。对，这个点刺反正很讨厌，也有可能呢。就这块黑棋是不是也可以不要？就像刚才你比方说白棋啊，在你煎的时候啊，它第一时间就来断煎这个有，断这个有没有？先点刺。这个没有是吧？这你能不能给它扳住？这不行吧？嗯。断。断一个我就把这个粘上，不得连啊，要不然死了。没有，你冲啊！哦，你冲，这个行不行？那只要白棋连不回去，这两个子就死了。那这个也很复杂，还叫吃。接上。嗯，乖。把这个我就长。你长它就扳。那我就接上。对，这个必须咬牙一拼啊！拼了！拼了！不管怎么样都得哇，这个气简直是英雄气太长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就杀气肯定不怕。对，所以呢，他一煎的时候，白棋第一时间点不行，那就只能把头探出来。当你挤的时候，他再来点，看这个怎么样。就看这个地方这个点能不能成立。对，点的黑棋很难受。对，他挤的时候我点，我看看这个有没有用啊？那他咔嚓一断呢？我为什么总是连不回去呢？啊，那还是知道接，我好郁闷。所以我建议嘛，黑棋还是这样，因为你点这个，这也撞一气。对对对。跟这个地方力道有点不一样，你就蹲一个已经很好了。算了。他一打你就搬了，这个已经很舒服了。已经。这个棋搞不好，这个官子他还不能打，搞不好还不能打，能不能打？你吃。有点问题，看。我看有没有问题，他一局部是不活的，反正。你走再一点。会有问题吗？他一团你再一挤，他只能团这个吧，团这个，然后我团这个他搬一个活，如果团这个被一挤已经不活了，不活了，那这个黑棋不行，那黑棋就搬一个得了，搬一个就这样吧，你一叫吃，不，这黑棋已经挺好的了，就觉得好像已经好吗？不需要了。好吗？如果是刚才再一点呢？哦，刚才那样的话撑到上面了，这个很复杂啊，但是给大家这样说吧，白棋这个搬被黑棋一断出不了棋肯定不行，对，白棋长黑棋范廷玉可能有些搜刮，但是要注意对方这个反击这个点，那么这个棋局呢可能还能搞一搞，白棋可能还能搞一搞，嗯，啊，我们看后来吧，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棋啊。那么朴廷桓呢搬这个范廷玉就咔嚓，这个 太高兴了，他一看没棋，这个地方动不了，就好像这个木数一下子就是飞了去了，已经只有挡是吧，立下去74黑棋75，这招棋本来就大，一尖如果你必须要硬的话，一尖你必须要硬冲挡，这个只有两目棋，现在是1234567目，逆收7目半，你收5目半，等于11目，这很大，巨大，而且这上面居然一个都冲不进去，动不了，这太郁闷了。我们看看，这所有的目都是黑棋的，这是朴廷桓这个官子怎么收啊？176，哇，这个也很大，嗯，团住，这个很大，因为下一步他有这个，哦，这就有些味道，哦，因为这个马上搂着嘛，对对对，这个很大，176，黑棋177，哇。黑棋，嗯，啊，这是接了一下，可能是打将嘛，嗯，白棋小尖在这儿，178，179叫吃，嗯，现在你没有，你必须接80，180接上，黑棋181，嗯，在，啊，是不是再硬一个？我看180，黑棋，现在轮到黑棋下是吧？对。在这儿他打了一个啊，181补一个啊，这怎么看起来像胜利宣言呢？没有，这个他这要补，因为这不补人家这个断先手一打吃一尖就行了，一贴过来这出问题了，所以他本来就要补，他这个断是先手，这个底下有个劫，181白棋182，这个太大，哇，这个太但是我觉得这个空这个范廷已经算着够了，他要告诉朴廷桓，他要告诉朴廷桓啊，前一段时间一是被我3-1赢你了，是正常的。我记得他第4局的时候，我们
普遍认为他这棋已经快输了啊，但是他利用后半盘他非常精湛的官子技术，对，翻过来了，对对对，那个那其实他差的不多，差一点，但是就觉得他翻不了了，但是他就给他翻。哎呀，那个故事很好啊，那个故事很好。算了，我们看他们棋，看今天我们的时间，尽量把这盘棋摆完啊。估计朴廷桓输得很痛啊。那个痛，那个痛，痛死了。183挡住，嗯，184紧住，黑棋185飞。这是挡住186，186黑棋187提掉，白棋188必须紧气，黑棋189这个是很实惠的，你知道吗？189，白棋190转，小尖了一下。191，但是我们待会儿还是要给大家数一下空。好的。说了半天，好像认为是很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怎么样？194扳。195196，这是这盘棋呢，是另外一种味道的棋。嗯，事实上呢，朴廷桓是战士，他的棋力量很大啊。嗯，那么我们范廷钰呢，相对说来，我觉得他比较全面。对，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，我期望有一位年轻棋手能够在和平竞争这个基础上啊，太极功夫，有更好的表演。我觉得一个是陈耀烨，一个是朴廷桓，都是，那范廷钰，对，陈耀烨范都有这种趋势。冲一下啊！198，不是说他们不善战，但是大部分时候呢，他们不会选择战斗，就是说。对，现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啊，他这地方是不是有个冲啊？嗯，是的。冲他一拐，再一冲，他可以急打。可以急打，问题不大。暂时来不及。他觉得这个大是吧？数一下空吧。好，他把这个尖回来了。这个是把这个摆了，然后数空了，可以数。哎，这个尖有意思啊！对，他下一步要搬进来收这个。如果你单并回去或者连回去是后手，这个是先手。这个尖，这个尖一路，在中盘阶段下了一个二路，这个二路也是值得大家品味的。这个一路也很好。这步棋印象深刻。行，数空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。19、20，这个是对白棋比较客气的啊。20，这个是提的吧？提的。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36、38、40、42、44、46、48、49、50，就是50目棋。这地方不一定有。对，他靠完了一冲哈，哎，还不见得。五十目棋。嗯。五十目棋，那么黑棋呢？这些都是先手。12、13、4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2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3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，这个不能算。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，1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细棋，细棋好一点，细棋好像是好一点。这个里头是不是有一点小关子？好，接着再看吧。好，细棋好一点。201、202。黑棋203，他靠这个，靠204、205、206就必须接。207，哇，那个是最大的。刚才我给大家数目，只是数到这儿。啊，现在多了三步。我是看成了漏点，现在多了123步墙。127、128叫吃。129，哎，刚才这一幕是不是没数？对，您刚才这儿少数了。208、209。这个官子他们就算得很清楚了，210，搬针，这是先手。啊，对，这个哦，这个地方给黑棋数多了，刚才。嗯。这搬针好棋，这个地方给黑棋数少了，这个地方数多了，现在可能是盘面9目左右。我觉得，203。213是吧？213。214，他胡了这个。胡。对，这个也很大，被他一跳这个挤先手。嗯。215，这个是先手。嗯。216回来，然后一冲。嗯。你想让他小尖吗？小尖他挤一样啊。啊，一样的。是一样的。是的。嗯。216、217、218、219、220，黑棋221。对，这招棋也比看上去要大。是。221、222、223。这是最后一手。这最后一手他认输了。对，但是这棋不是刚才我们觉得还细吗？所以有必要再把空数一遍。好的，是吧？好的，嗯，有必要把这个空数一遍。下到这儿他是认输了，重新数一遍吧。嗯，这里头一段
一叫吃，一提一接，没用，没用，没用。铁控，白棋是10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18目。这个地方，这是19，实际上这只有半目。十九，然后20，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，这地方你接上，你必须接上。27、28，哎，他团住27、28。这个现在目数也比较准确了啊，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2目半，再加这儿大概有这儿一人一半，42目半，是不是啊？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18、19、50、51目，也就51目。白棋51。对，黑棋呢，这个爬是先手，是吧？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目半，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因为这个胖是先手。17，然后18、19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3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。对，58这个地方将来可能会补一个，不用补，这儿还有不用补，58。59、60，对，这儿没有算他目。哎，因为这个你靠不进来，对，是吧？你靠他挖，他是60嘛，你是51吧？好像，对，50，这不是盘面九目吗？刚才说了盘面九目，盘面8到9目，就是，而且其实肯定已经翻不回去了，输了对，你这儿还差一手，就算你这儿，他判完了该趴下，对，然后该黑棋收，而且这个官子呢，它都薄，所以。朴廷桓也是，他确实是一条汉子。我听他们说啊，就朴廷桓这个棋手不仅棋很好啊，他这个人呢好像很纯，就像一个小孩一样，有的时候就是既很在意胜负，但是又不会说为了胜负好像什么都可以不顾，好像不是那种。因此他很清楚，他表现出了对范廷钰的足够的尊重，就是什么呢？你看走这个上边的官子啊，刚才我们给黑棋算了一目半，但是一旦黑棋走着这个，你这个必须要挤掉，对，他这儿还有一目，是的，所以刚才判断的8到9目不对，应该是9到10目的领先，所以说黑棋的目数还要强一点，要强一点，稍强一点，稍强一点，真是要稍强一点，就是掌控的地方稍微多一点点吧，而且呢这个地方也还有些味道，你看这个是他的先手嘛，一旦这一点被黑棋收到，这个底下还差一点，之后这儿你还可能要补一个。对，而且刚才我们这一幕也没有给黑棋算，没算，这不一定是谁走的，不一定是谁走。那么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呢？我们大家也知道了，就是执黑的范廷钰中盘战胜了朴廷桓，终止了他在主将位的连胜。对，而且这个对山东队来说，这保持榜首的话，这很重要。那么最后的结果呢？我们都已经出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。广州广日队是0-4输给了贵州百灵队，西安曲江队呢是2-2主将胜辽宁绝华岛队，重庆银行队2-2主将负苏泊尔杭州队，这杭州队很重要，古井贡酒浙江队是4-0大胜了中信北京队，哎呦喂，这浙江队本来是处于保级圈的，现在看来要叹一口气了，中信北京好像上一轮也是输了0-4，这状态有问题。还有呢，就是大连上方恒业队1-3输给了山东景之酒业队，这个移动上海队跟广西华南呢是还有一盘没下完，但是上海队现在是2-1领先，但是他们主将输了，所以那盘棋还不一定决定胜负啊，对对对。那么这样一来，榜首的位置依然没有变，就是依然是山东队，因为今天他赢了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，就为您讲解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